我没有录影。你有录吗？我把它删掉了，刚刚。你死掉了是吗？对啊。可恶！刚那么精彩，我一次杀十个人呢、欸，都没录到。欢迎收看《我不喝拿铁》频道，今天跟尼亚斯要玩双人组队。耶、yeah, ，我是尼亚斯。好，我们要开始了。这次我们穿的是骷髅猎手双人组，看看这场能不能够胜利的吃鸡啊！轻松玩，轻松玩，我们就把眼睛蒙着玩。然后今天，我现在其实没有开眼睛。今天是礼拜一的中午12点，快一点哦。干嘛讲出时间来？这我时代背景哎、欸。所以，哎、欸，今天有极速球，你去极速模式哎、欸。那、啊、等一下我们来玩极速。好，我先玩一场那个经典，先练习一下。好，可以。好，这场就靠雅思 carry 我的背后了。没有，我很久没玩了。我很久没玩了，好几天没玩，两三天没玩了。我一个礼拜没玩了。哦，一个礼拜没玩，应该 OK 啦。屁啦，又一个礼拜哪有？会假？你前几天也开直播而已，不是吗？那个是假象哦，假的尼亚斯开的，对，那不是。以后那个频道不要订阅哦，因为是假的尼亚斯。哎、欸，为什么、啊？你讲的啊，你说假的尼亚斯 啊，我们只看真的尼亚斯啊，不行啊，怎么可以看盗版的呢？好、啊，哎、欸，等一下策略要跳哪里？你想跳啊？给你标好了。好，不要接。行啊，我没差、啊。好，那、啊、反正也是救雅斯而已啊。冲冲冲的倒，而且我们两个都装闪精灵牌跟扫描器，这逼大姐了、啊。行，没问题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准备要降落啦。哎、欸，是你在跳啊？我是队长、啊。我跳，我直接跳，拜拜。我太晚跳了，有人吗？没有看到目前。哎、欸，是20个人，为什么？极速模式啊？没有啊，因为现在经典模式的平日人数少，下午人比较少，少到一个很夸张。没有什么学生。有人跳下面，我要跳上面哦。哦，你要跳下面是不是？哇，那跳大洞的、啊。对啊，我要跳岛上，然后往下杀。那你小心点哦，我等下才能救你了，掩护你了。我跳楼上的木屋好了。哦，木屋，中间的木屋、哦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XM。哎、欸，我爆劈，我捡不起来。也、欸、没武器怎样？慢点拿哦。喂，雅思，我捡治疗枪了。平常是不捡治疗枪的。我有人啊，我这边。雅思，你这样我要把你剪掉、哦。哎、欸，太快了，雅思，你还活着吗？我帮你，我帮你。有人吗？我把。你先补，先补，先补。敌人在哪？死了。还有一个吧。对，还有一个，我不知道在哪里。你用阿洛克技能啊？我用啊。哦。我用完了，所以才没死啊。我刚刚好像。你有补包吗？有。好，你小心点哦。你等50秒就可以再补一次了。好，楼上有2级包，我有3级包。哇，这么好 ，OK。赏金令牌，把它解决掉。哎、欸，我两个补包了。我有两个，我等一下再补，因为我现在想要省一下补包。我好久没玩了。我很久没玩了。另外敌人应该跑掉了吧？这怎么没有近战枪啊？我只有 MP5、欸。我有电子加速器，要吗？好，你就放一个放屋子，我就捡就好了。楼下这栋大栋屋子。好，那我丢补包给你。你血没满吗？我两个都给你好了。对啊，我是有补包啊，可以再用一個。哎、欸，我先用那个阿洛克技能啊，你过来我帮你补。我用啊。我先要开啊，我一起帮你补啊。我已经开了。不要动，不要动 ，OK， 帮你补。电子加速器在这里。散弹枪你要吗？给你。好，我有散弹枪。我看一下啊。那你什么？哦，这個、好，他把给我碎。可以，这样可以。等一下哦，至少一把近战的，有满吗？还没满。啊，我可以再补一个啦，再补一个就差不多了。再等50秒吗？啊，还是要再等50秒，我都。可是补包没有办法丢一个，哎、欸，我升级了，你也是吗？我已经升了。好，你升，你刚刚杀一个人吗？对啊。这边收完没？全部收完吗？左半边都没有收啊，右半边都收完。可敌人，山上。山坡吧。等一下，我先放个那个右耳。山上的那个木屋。我看到他了，他往上跑，速，残血，吃，我的赏金一盘应该不能捡吧？嘿嘿嘿，
你先买吗？还没，我刚刚 安可今天我可以用了。哎哎哎，对面有人。哎，在电塔。是，我收掉了。我在旁边。你在哪边啊？旁边摸。我试驾可不可以补哦？现在补到吗？没，没有。哎，血量没有。我不知道谁给你了，两颗给你。我有五个啊，我有五个。哇，又有人，等一下。喂，哪里啊？楼上，山上。哇，你太多人了吧？这个，我不能救你哦。我死了。哇，没子弹了。哇哇！打，碎啊！直接炸死他。对，这是拿铁流。可以。可恶哎，他是直接打你。而且我才刚刚，我刚刚还把补包丢给你，害我自己没补包，你知道吗？我就用地雷流，我看他不要追啊，你追就得死啊。哇，没什么武器耶。等一下，我先等一下。我血没满，我现在不敢出去，有点可怕。超多人的，超多人的。没关系啊，看来又有一个人了。啊、哦，我有治疗枪，我忘记这件事了，可恶。啊，这吃得到吗？里面？怎么样？还好，我觉得他刚才想直接抓一波，没想到我放地雷吧。嗯。地雷流啊！等一下，你捡一下东西。你那边有四五个包可以捡。你那边声音开小声一点，我怕我被影响到。我刚才以为有脚步声，是有其他敌人。哦 ，NPC 已经交出来了哈。没有步枪，只有差音吧。我有 N60 啊。算了。我随时都会死啊，没关系啊。哦 ，AK， 不想拿 AK。AK 你没有那个精准两格的吗？没有。好吧。先换好了啦，至少它可以装比较多东西，因为等一下要换别的打枪。我先看山坡好了，山坡比较危险。行。我忘记一件事，我没有按到录影。你不能随时检查吗？是可以啦，好，我检查一下。按到啊，我没有录影。你有录吗？我把它删掉了，刚刚。因为死掉了是吗？对啊。可恶！欢迎收看我不喝拿铁频道。好烦哦、喔，要重打一场了。为什么忘记啊？我按那个另外一只手机录影，就忘记这边要按录影了。刚刚那么精彩，我一次杀十个人呢，都没录到。这段应该只能够剪精华了。这一段你会把它剪掉。可恶，你死掉了都没有看到。哎、欸，没有。那你也没录到影啊，也不能剪精华了。有，我现在录啊。我觉得应该都在中塔。没有看到四，我要看到，我要看到把请那个。简单，你有四个，你知道怕什么？不是啊，现在我是怕山坡的人，我下去没有掩体啊，不是那个空投有掩体，没有别的掩体啊。那你就，然后其他地方打我，我就秒死哎、欸。你就想我死吗？你就直接冲到瞭望塔，然后鬼起来这样。这空投也太奇怪了吧？榴弹枪。哇，我想要换吗？不知道哎、欸。好换好了，换完就看，反正也没录到嘛，就弄完了啦。剑性的榴弹枪，一次炸两个也爽。没看到敌人，他归起来是不是？我说你在山坡绕好几圈，因为山坡点我一定要守啊。应该上面往下打很容易死哎。这个时间点的敌人不会跑到山坡。为什么？可是刚刚我看 B 大线也没人啊。B 大线就是对，都打完啦、啊。就是在水塔那个方向的。你已经打四个啦，你还要打多少人？整场才20。可是他们会跑啊。我有人会跑点，会跑去 B 大街捡东西，可是没有人中我地耶、欸。可是整场才20个、欸，哦，20个不会那么多、欸。我刚刚还有一个收掉的没捡他的东西，这个。哦，瞭望塔。对，这个是我的。电塔下。我觉得躲瞭望塔有可能。因为反正人那么少，龟的就稳吃鸡啦，他们应该是这样想。哎、欸，有人放一个假的，没有声音，对不对？什么声音？我没有听到。不是有那个坐标，有人放那个假人，我会放一个。好像在楼下。我故意放一个假人放在方向，然后绕到右边去，我都这样玩。
有没有毒死？为什么这样也可以被毒死？可能被锁住吧，所以用就凝胶或把它打残血在毒圈外，这是有可能的。他被打到残血啊，然后你在毒圈外就死了。哦，毒圈外，然后跑到打残血。好多人，好多人在丢，下面有人在丢那个啦。守这个顶就可以了，剩三个，这个有刚好可能有人。回报说经营模式还归塔，我就不太相信了哦。有啊，这个我有遇过啊，经营模式。经营模式就是要跑来跑去、跳来跳去的啊。对，经营模式别人都能打得超规的。没看到人欸，你觉得呢？第一大街那个方向。过了。我看到人了，前面。哪个方面一个？我看到了。他两队是打起来的。有可能。有闪光弹。哎、欸，哇！我开关键失误了，超失误哎！你有看到吗？我开不起来。好、啊，完蛋了，受不掉，被发现了，东窗事发，都是同队的，有可能不同队。我觉得楼下应该两只，楼上两只。我跑、啊，停啊！跑之前先放右了，射右之术，射右之术，引人家开枪啊！没有，我要骗他们以为我还在那里，可以小骗一个几秒。哎，前面，哎呦，是哦，不知道几个人，两个，打很痛，我现在榴弹射不到，太远了。你要小心左边哦！哇，他两只哦，两只的枪在打、哦。榴弹要收一波了吗？哦 ，nice！ 这就是我战士，最后一个了。我这里可能在左边呢，刚刚那个，然后前面，我没有凝胶了，快！好，可以。等一下，凝胶。那、啊、你应该还有榴弹子弹吧？有，最后一发。哦，那拿出来。你的几率超高的啦。不一定哦。不能失手。没事，拿出来就可以。那连你的右手弹也要打？对啊。好笑。哦，可以有机会啊。关键的一发、啊。不让他出来。他有榴弹枪。有啊。刚刚那个在你前面爆炸那个什么？来，我看看他拉近了，他已经有一个女胶在前面了。有炸到一发，可以拆卸了，对 ，nice。赢，吃鸡，前面没有拍到。七杀吃鸡，带雅思吃鸡。啊，前面就是呢，只用叙述的。前面都、就是我收掉四个人啊，然后雅思倒地，好吃鸡了，谢谢大家。我至少杀到一个。可恶，前面没有按到录影，拿铁在搞什么鬼？啊，就是这样，悲伤朱丽叶啊。前面的画面只能够自己幻想。总之来讲，就是我杀了四个人，然后呢，雅思突然倒了，我救他起来后又被山坡人偷打，所以雅思就直接被收掉。然后一个敌人他要，然后我就残血，敌人要追我的时候，我在门口放一个地雷，他直接被炸死。我先把他队友打倒啊，队友打倒，然后他队友要来抓我的时候，直接被炸死。好，讲解完毕。所以这一集只有后半段啊。不过还是感谢雅思的装备让我活到最后啊，谢谢雅思啊，没有帮到什么忙，不过还是感谢有组队啊。好的，如果大家喜欢奶铁影片还有雅思影片的话，记得按个喜欢，然后持续订阅我们，打开通知铃铛，后面就聚焦 Free Fire 攻略情报，记得订阅我主频道、副频道跟玩具频道。也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个游戏见哦。拜拜。拜拜。